Spin. Spin. Shake. Lay down. Roll over. Jump. Kiss.花了几个月时间给我家猫做了个房子，我想让他们也体验一下人类最奢侈的商品。很明显，他们好像还不太适应。给身边的朋友们看了这套猫房子，他们也纷纷夸我牛厉害。但自打我开始做这件事，我妈就一直在说我是吃饱了撑的。这次给猫做房子是因为老婆开了个宠物店，她想让我给猫做点什么好玩的放在店里吸引顾客。我想了想，也看了看网上别人做的，发现给猫做房子比较吸引人，于是我就发挥了我的爱好，也做了一个。另外，有的朋友会担心猫房子的安全问题，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毕竟我能让儿子亲自给大家展示，就说明了他绝对的安全，不然我妈也不会放过我。儿子今年3岁了，对我做的东西都非常的喜欢，每次都嚷嚷着来我这儿玩，只要一钻进猫房子就不想走。我问他在里面要爬着走不难受吗？他说不会呀，不错不是天天都爬着走吗？哦，对了，他说的不错是我家公猫的名字，母猫叫挺好。有朋友问过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个这样的猫房子呢？如果我说是为了梦想和爱好，肯定多少有点显得不够 real。其实视频开始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为了给老婆的宠物店吸引顾客。另外，做这些东西也真的能让我快乐，因为我小时候就特爱做手工，现在再做起手工总让我想起小时候，可能这就是童心未泯吧。另外还有两个房间没有装修，是因为不知道装成什么风格。